北京市，中国的首都，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毗邻天津，相邻河北。北京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首都北京，第一地标是哪里？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天安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郑重宣告就从这里震撼发出。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代表着新中国首都的形象，并被设计入中国的国徽。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位置，造型庄重，让北京这个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宏大气势接受世人瞩目。每一次国家的重要庆典、纪念活动，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当人们聚集在这个可容纳近100万人的广场上，一起看向天安门时，每一声宣告总会在人们心中反复回响。事关国家的每一份坚守、欢呼与期冀，随着这颗红色心脏的跳动，传达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更是将关乎国家呼吸与命运的重要职能部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经济规划，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宣传，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随着心脏跳动，从这条动脉输送到全国。北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于全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远不止几十年的时光，而是有很长的历史。明清两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先后24位皇帝在这里施行统治。历史上的中轴线是为了强调皇帝权力的核心地位，所以这条中轴线也穿过紫禁城里的龙椅。这种设计是一个大国秩序保持稳定的传统智慧。今天北京的南二环内，中轴线更加直观。永定门是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古时都城的最南端。这些由汉白玉沿线铺就的道路始于永定门。中轴线的北端是掌管世间的钟鼓楼，晨钟暮鼓，文武百官上朝，百姓劳动和生活都以他的授时报时作为参照。一个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骼。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横纵两条轴线决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首都北京首先是政治的城，从历史中走来的它带着新生，古老而现代。因为政治，这座城市的文化也被置入了中华文明的纵深。北京建成3000多年来，有近乎1/3的时间都作为都城存在。如今封建王朝的历史成了过去，而都的文化留了下来，融进北京的城市空间。文化的北京仍然离不开北京中轴线，它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意义都积淀成了厚重的文化价值。沿着中轴线，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是正阳门。这是明清时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像这样的内城城门一共有9座。内城拱卫的皇城有4个门，所以人们曾经也把北京城叫做四九城。北京雨燕每年春天都会来此安家，正阳门的维护修缮工作都会躲开4至7月，那是北京雨燕的繁殖期。正阳门的南边还有一栋箭楼，明清时城楼连着城墙，并在两楼之间围出瓮城，成为一套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如今
正阳门不再需要肩负防卫的职责。在这里安放着中国公路零公里点，为中国公路网络提供了标志性的起点。由此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南，就到了古都的外城。1992年，人们沿着北京最外面的城门建起了完整的二环路。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更是把老北京大约60平方公里的内外城范围清晰勾勒出来。整座古都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禁城，它处在整条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如今人们更习惯称呼它为故宫博物院，或者简称为故宫。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也是皇城文化的活古董。这些看似高度相差不大的建筑，其实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有序排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威严的皇权建在高于地面的台基上。三大殿名字中都包含和字，在曾经王朝的绝对中心的位置，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自上而下对儒家文化中和的推崇。如今的故宫更有亲和力，一只猫、一场雪都能引来很多人的关注。传统文化也可以在创意中焕发生机。古都的建筑大都不高，所以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人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和重点区域的建筑规模和高度，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本世纪初，国家大剧院开工建设，它选址在古都的核心地带，离故宫的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建成后的它造型前卫，外壳用超轻质的钛金属板和透明玻璃共同组成。这个现代建筑的加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大剧院匍匐在此，温润的姿态继续维持着这片空间的平缓开阔。北京不只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更有气度能把现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安放在古都的中轴线旁。
中轴线是最重要的文化线，还因为在它身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天坛。从空中看，天圆地方的理念，一北一南，具象地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建筑上。祈年殿为祈谷之所，元丘为祭天之地。农耕王朝对天地的敬畏，被庄重地安放在这些建筑里。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屋顶才能离天更近。今天，人们只要来到这祭天场所，站到元丘的中心点，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文化体。清朝皇帝受游牧文化影响，在久居皇宫的生活之余，总想在宫外寻找自然风景优美之地。北京的大山离古城并不近，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经过一番设计，三山五园成了皇城的后花园。这让北京既有北方的豪放，又具备了江南山水的灵秀，气质上和紫禁城的森严形成互补。其中颐和园更是借鉴了杭州西湖的设计，同时广泛仿建中国的山水名胜，营造出江南气韵。离颐和园不远，另一座同样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曾经横遭劫难。这些断壁残垣原本参与构筑了一个东方奇迹。1860年，他惨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汇聚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融合西洋建筑手法，曾被称为万园之园。今天，圆明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然不只是一座园林。这份文化遗存曾经的遭遇，值得全人类反思与铭记。三山五园如今大多已经开放为公园，让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共生。后来，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现在他们周边，更是彰显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继古开今的气象。我们向北飞过北六环，在空中遇见长城。它绵延于燕山山脉之间，在北京辖区内的长城总长超过了520公里。今天人们更常见的是明代长城，它们由砖石垒筑而成。历史上长城的修筑多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所以长城所在之地大致成为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分界。这样的划分从来没有真正把不同的文化割裂开，长城内外的家园和天地终究是融为了一片，不同文化也都汇聚于同一个中国文化。
于是，不管当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政治需要，后来都成了文化的遗产。如今，中国人的国歌里有长城，中国人的血脉里也有长城。万里长城与古都北京一起，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腾和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文化名片。每座城市都会在时光的打磨下出现独特的历史风貌。北京中轴线不仅是中国首都的中心地标，更是华夏文明的精彩印记。这条轴线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北京中轴线历经7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也常被人们称为北京这座城市的灵魂与脊梁。同时，它也连接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从前和今天。8月8日晚，北京奥运之夜，29个烟花脚印，以永定门为起点，一路向北，一步步走向奥运主会场。无以伦比的中轴线，统帅全局。用璀璨的焰火，沿着庄严对称的建筑，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表演。刹那芳华，瞬间永恒。那一刻，全世界读懂了中国人的骄傲。从周礼之治的营建原则，到历代王朝的都城兴废，在史籍的记述与遗址的发掘中，我们总能见证中轴线异乎寻常的魅力。考古学家发现，除了历朝都城，即使在最繁华的城市，也没有勘测到中轴线的印记。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最高规格，是专属于国都的顶级配置，也是一座城市至高的荣耀。宋太祖赵匡胤在都城开封落成之后，曾经端坐正殿，令人将重重宫门全部打开，沿着笔直的御街极目远眺，他告诉左右官员说，这条笔直的大道就像我的心一样，倘若稍有偏斜曲折，每个人都能一眼看到。这就是开封城的中轴线，它蕴含着赵匡胤忠正不已的治国理想，由此也透视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智慧。中国的中字代表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是对中轴线最好的注解。回望这条线，就会发现这条线的源头是如此久远，久远到中华文明萌芽的那一天。如果说我们在后来的城市中去寻找滂沱大街的影子，它其实相当于北京城的前门大街。在前门大街正中央有一条石板路，正处于北京中轴线上。前门大街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从南方迁富户入京，修建廊房让他们居住经商。600年过去了，这里依旧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现在依然是全北京最繁忙的街道之一。春天又要到了，这将是天坛度过的第600个春天。对于我，给予我新的感悟，新的画作，新的文字。走到回音壁前，还是会忍不住想起童年往事。那时我和小伙伴常常跑向回音壁的两端，轻轻呼唤，看能否听到对方。仿佛隔墙传来的不是伙伴的耳语，而是老天爷的悠悠回音。在古代，祭天就是在这里。圆丘中央的圆形石板叫天心石，人站在上面呼喊，声音会在四周回荡。喂，你好，你好，你好！我和小伙伴常跑到天心石上，跺着脚比赛谁的嗓门亮。天子进了，眼前的祈年殿依旧默默不语，矗立在蓝天之下，天蓝色的琉璃瓦也直逼我的心，觉得它像一个老人，历尽沧桑。在天坛、祈年殿、回音壁和圆丘三点一线，它们独特的形状也与古人对天圆地方的理解相关。
人流如迹，来往川流不息。六百年的天坛必曾看见、听见，却依旧不动声色。天坛在天上，而生活在这里。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2008年，一句“北京欢迎你”，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北京。这样的亮相不止一次。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奥运会已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也不仅仅陪伴一届冬奥会的始末，更会成为北京对全世界热情人们的呼唤，让人们看到一个愈发强大自信的中国与世界同行向前。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是自信的根源，历史留下的痕迹，文明留下的脉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北京这座城市，无论是闹市深处，还是郊野之外，都值得耐心游玩和细细品味。历史与现在，自然与人文，本土与国际，可以说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浓缩在了北京200多个景点当中。也正因如此，北京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除了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仪式的举办地。每年的这周，世界电影都会进入北京时间。雁栖湖曾多次举办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这里中国为世界各国搭建了交往的平台。雁栖湖与北京众多的会展场所一道，见证着国际交流的增强，也见证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跨国人员流动性往往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国际交往能力。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4F 标记了它的等级，这是世界机场的最高级别，宛如金色凤凰的外观是它最显眼的标志。阳光顺着屋顶的8000多块玻璃照射下来，让作为中国新国门的大兴国际机场十分敞亮。目前全球年吞吐量过1人次的机场只有2座，未来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总和将突破2.5亿人次，共同打造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助力北京的国际交流事业开启更广阔的局面。
北京拥有17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最多的时候外籍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使馆区周边有着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成为了北京最富异域风情的地方之一。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外交事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让北京成为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北京商务中心区拉近了世界企业和中国的距离。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首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和国际交往重要窗口，这里云集了北京市6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的国际金融机构和90%的国际传媒机构。北京商务中心区集中体现了北京国际交往活跃度、国际要素集聚度、国际化服务水平以及城市国际美。想问里边请。吃点什么您？给雷套烤鸭。得嘞。Thank you.
四九城中，水火之间，不同的烹饪方式造就了北京另一道铭刻记忆的美食——爆肚。老王，北京爆肚界的资深人士，他的爆肚手艺家传四代。牛肚儿，今天牛肚儿特别好。白月，啊，一会儿我你再点啊，我先给你上菜。爆肚指水爆，用沸水快速烫熟，铺满食材的漏勺与锅沿持平的沸水，既能让食材均匀烫熟，又能精准把握时间，快速捞出。爆肚选用牛羊的胃，一种食材在行家手中却有13种变化，分别为牛百叶、牛肚仁、羊肚仁、羊散丹、羊独领等，质地有别，口感各异。按照老王的说法，自己的爆肚手艺是百年传承，有了时间的积淀，自然有了不少的讲究。一个羊出来八只羊，八只羊出一盘。秋春天，秋天天凉不怕，那时候羊特肥实。上秋膘吗？上秋膘，哦，正好就起来了。咱们的上秋膘，你看人家这也上了秋膘了。对，我说记得之前也是那会儿，我记得好像就是去年。是吧？假货，这得嘞，我再给你放会儿百叶啊。得嘞，得，谢谢你啊，慢慢吃啊，慢慢吃。凭借多年的经验，食材入锅上下轻放只需几秒，高温使毛肚中的蛋白质分子变性，毛肚微微打卷，造就了脆嫩的口感。变化虽小，却逃不过王老板的法眼。清水爆食材，吃的就是一个鲜字。这时候你才来，哎呀，今天有点忙，有点堵车。小婉，经常合作，拿货拿货拿货。为了保证食材新鲜，选材、清洗与存储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在流水下反复揉搓后，按照部位裁切才能存储。肚的不同位置软硬薄厚各异，下刀需又快又准。只有刀法一流才能驾驭。百叶脆嫩，讲究的是大快朵颐的快感。肚仁质地柔软，下刀果断，才能一刀两断。30年，每天超过5000次的重复切割，老王早已练就人刀合一的神功。结构复杂的毛肚，手握菜刀在其上游走，如手术刀般精准切割，是形状的变化，更是口感的升级。盛夏的北京，白昼渐长，日光醉人，街头的气温升到35摄氏度左右，人们寻找着闲适消暑的去处。百叶爽脆，肚仁软嫩，
受热后散发出类似青草味的香气，又或者人们仔细品尝的同时，也享受着尽情咀嚼的原始快感。爆肚的蘸料有且只有一个选项，吃北京爆肚，麻酱蘸料是必不可少的伴侣。芝麻酱选用炒制微焦的优质芝麻研磨而成，质地粘稠，加入料水调和，力度适中的匀速搅拌，使糊化的芝麻与水分子均匀混合，给予芝麻酱巧克力般绵密丝滑的口感。纯正的芝麻酱蘸料如何占领食客的味蕾高地，王鑫家有着传承多年的老配方。红腐乳，豆腐发酵的过程中生成带有香味的脂类，为麻酱带来一道鲜味。秘制酱料与蒜粒的加入，为麻酱带来一道厚重爽利的风味。再加入适量味蟹的麻酱、葱末和香菜，为麻酱增添了去腻的法宝。不同维度的香甜味道与麻酱交相呼应，绽放出诱人的滋味。一千多名食客为的只是一顿老北京的味道——涮羊肉。大快朵颐的同时，一百多年的东来顺也就停在了唇齿之间。手切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肉本身的口感，不破坏鸡肉纤维，薄而不断。一斤羊肉100片，考验的是主刀的刀工。长刀切肉和普通菜刀并不相同，刀尖处下刀，逆着肉的丝里慢慢向下赶，肉一点点下卷，厚度0.9毫米，纤薄如纸，腕力、力道与精准考验着百戏。运刀讲究控制，切到一半的时候要折片，入刀多薄，何处折片是功力，片片如此则是功夫。功夫就是时间，只有时间到了才能自然成，你必须得经过亲身的实践。师兄比刀快，有人已经完成，但白皙维持着自己的节奏，1分钟13刀。羊肉纤维粗，为保证横断丝，按照肉丝的走向时刻调整刀的角度。白皙此刻的慢就是快。摆盘讲究外形，切出来的肉片不光精薄，还得排列整齐。好，摆的好。这个很好，好在哪儿呢？一个叫薄，再一个是匀。这盘肉切的不错，薄齐匀。薄齐匀不仅是东来顺传承百年的规矩，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撬动世界的味觉杠杆。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乒乓外交缓和了中美关系。1973年，另一场乒乓外交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办，其中清真餐厅安排3天涮羊肉。那一年，师傅陈立新只有19岁。平时师傅定额1天90盘，像陈立新这样的小徒弟只有60盘，责任明确，轮换上岗。陈立新与老师傅们3天昼夜连轴转，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任务。当时外籍运动员并不知道，桌上的羊肉在不久之前被逆着纹理切就，
刀与肉的纹理呈90度的垂直。一盘四两，不用称量，好的师傅能切到30刀，几近完美。肉的肌理成了国画中的水墨，山川形变融于一盘。肉切得恰到好处，筷子夹住，在锅里涮左右7个来回，只需15秒，变色即吃。既保留了羊肉纤维的口感，也让其中的营养成分得到了最大的保留。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圆满完成，但留给东来顺的是一次又一次国际舞台上的展示。这些有关中国美食与中国外交的荣誉，不仅来自一代代东来顺经营者的传承，也有着第一代创始人丁德山关于细节的考量。火锅的最早雏形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北京延庆龙庆峡山戎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春秋时代的青铜火锅。北方火锅由铜锅、炭火组成，火锅涮食物是对原始时代和古代战争中共火而食、共食一锅的回忆。相传700年前忽必烈军营中的开水涮羊肉成就了如今的火锅。据考证，在100年前的东来顺多了葱段、姜片、红枣、干菇、海米的清汤，不喧宾夺主，不遮丑，羊肉吃的是本味。调料则是将7种辅料与北京人最爱的芝麻酱不断勾兑融合。按传统的勾兑方式呢，不是很复杂，就7种调味料，慢慢的就是总结出一个口诀，就是芝麻酱、酱油为主，韭菜花、酱豆腐为辅，虾油、料酒少许，辣椒油自由。距离11长假还有10天，一天限量500斤，7天就是3500斤，近300只羊。对于刚刚成为主刀10天的白皙，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首秀。研磨分为下地研和室上研。下地研即基础的整形研磨，而室上研是对刀剑的修炼。刀是厨师的生命，高端底石一块就要上万元，850克长刀，42厘米刀刃，倾斜刀刃沿一个方向反复上万次，不急不躁，人的心性在研磨中逐渐平和。好了，可以了。黄金周，东来顺华龙街店，不到饭点儿，食客早已坐满。机器1分钟4盘，白皙3分钟1盘，即使不休息，白皙也赶不上旁边的机器。临近傍晚，师傅陈立新来到店里查验白皙主刀第一仗的战绩。翻过来看看那肉丝的纹路，那切顺丝你切多薄都嚼不动了，每一片的薄厚均匀程度应该一样。师傅陈立新没有夸赞言语，专心切肉的白皙也看不到师傅的笑容。1天100盘，11当天总计4000片，28000多刀。不想让食客败兴而归，但这是白皙的极限。切磋每年都在继续，明年11能不能继续主刀或是晋升总店，白皙并不知道。但对待每一刀足够专注，对待每一个顾客足够诚心。